都係相機。咁啊，首先咧代表多倫多咧歡迎阿 Jam 啦。咁我知道咧你今次嚟多倫多咧真係好短時間，咁但係咧都嚟咗幾日，你覺得多倫多係點樣嘅咧？覺得係一個好靚嘅地方，然後冇我想象中咁凍咯。哇！你有留影相留念係嘛？有，將會擺上你嘅 blog 嗰度。係啊，將會咁做。係啦，咁啊，今日知道阿 Jam 咧今次嚟咗，同我哋開咗一個嘅迷你嘅演唱會啦，係嘛？反應好好，咁你又有啲咩感覺啊？其實覺得好開心嘅，因為我冇諗過可以喺香港以外嘅地方開到一個屬於自己嘅，雖然係好迷你嘅一個音樂會，咁但係即係可以做到呢樣嘢，已經係一個，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。咁我希望第時當我再攞到更多經驗嘅時候，可以再翻嚟多倫多度再開一個大型少少嘅演唱會。但係呢樣嘢就應該希望大家到時要多多支持先至可以實行到咯。睇完宮心計未咧？睇完啦，香港已經播曬啦。係啦，咁睇完嘅時候，其實想問下你嗱，電影你拍過啦，《愛出貓》啦，係咪？係。歌你又唱過啦，電視劇有冇興趣拍下咧？其實興趣就當然有啦，但唔知有冇呢個機會。大家想唔想睇到阿Jam拍劇啊？有。哇！我驚佢哋指住電視笑。其實我覺得同邊個合作都係一個好好嘅攞經驗嘅地方，因為我自己從來冇試過拍電視劇，所以我覺得當我有機會去拍電視劇嘅時候，一定係可以學到好多嘢嘅。咁但係因為我睇點解我咁中意楊怡呢？因為佢喺嗰個戲入邊嗰個特色係好出嘅，真係奸得好緊要，所以好中意佢。2010年你會唔會出專輯啊？咁樣2010年當然會啦。咁今次都會好似上年咁樣去到 LA 嗰邊錄音嘅。OK。咁仲會比上年耐啲，因為上年其實去咗兩個禮拜，今年應該即係其實知道效果好好嘅時候，今年係 plan 咗去一個月嘅。好犀利！跟住我哋同佢講話，原來喺 LA 錄嘅，佢話唔怪得啦，好犀利，全部都係外籍人士嚟嘅。咁其實除咗讚阿 Jam 之外，亦都讚下你嘅唱片公司 Hummingbird 啦，特登投資咁大咧，去到製作一啲咁好嘅音樂㗎。咁啊，呢個時候咧，除咗我哋問之外，好多傳媒喺度。咁不如睇下有冇傳媒有發問啦嚇。冇傳媒收，但係我自己就買咗個吉他翻屋企嘅，咁就依家自學緊吉他，係上 YouTube 嗰度 click 人哋嗰啲，即係網上面啲免費資源喺度學緊㗎啦，已經係。你有冇男朋友㗎？哇！呢樣嘢咧，我唔知第時會唔會，我覺得我第時一定會有嘅，但係暫時就冇。靚仔，我覺得靚仔係要嚟睇嘅啫，做男朋友最難。男朋友最重要的都是對我好，對你好，還有一起唱歌。有沒有朋友需要問問題？我問這個不是，已經快點 skip 了第二個問題。問到你一條問題，我看到你的樣子有少少尷尬，所以其實都不是很尷尬，我可以答什麼都可以，我公司是容許的。你18歲開了第一次演唱會，你打算多少歲在紅館開演唱會呢？其實我覺得在哪裡開演唱會都沒所謂的，因為即每一次有這些表演的機會都是一個自己會覺得 很享受的一個機會，因為可以站在台上 有一班觀眾去聽我唱歌，其實已經很開心，所以又不會特地去想在哪些地點咯。但是我會希望2010年如果有機會，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希望可以再開多一個演唱會。傳媒朋友都想同佢獨立影張相嘅，即係我同阿 Rocky 好阻住大家，我知道嚇。咁麻煩阿 Jam 企一企喺嗰邊，俾啲傳媒影一影相。咁我哋企埋一邊先啦嚇。大家小心安全啊！企咗上張凳嘅朋友要小心嚇。Thank you.